来看其他消息，这行政院长宣布讲，八大行业有条件会当偷偷偷放啊 ，KTV 会当免挂嘴安唱歌，买当个食食咯。台中的这 KTV 业者讲，伫疫情这段时间啊，流失三成到四成的人力，起码变那赶紧找着人，业者嘛得烦恼。手提着消毒液，斟酌来清消，桌啊、碰椅、加加油的机器，全部拢全好着。行政院宣布，在1月2号起要放任防疫措施 ，KTV 唱歌会使免挂嘴安。政策一宣布，生意真有希望会恢复。KTV 的员工上班起来是特别欢喜。停业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上班了，就一定会很担心啊。现在开放的话，当然心情就会比较好，至少就是大家我们就可以上正常上班。对，很高兴，非常有活力。台中 KTV 业者表示，疫情期间业界大约有三到四成的人力离开现职，就算讲正常开放翻唱，也是爱挂嘴烟，消费者也是拢无上门。不过即马开放免挂嘴烟甲饮食，来客数预测会增加四到五成。除了餐饮备料爱赶紧来准备，人力也拢爱保护者。做食物、做食材那些的部分的话，会因为。就是说那时候不能做，那所以他们就相对去兼别的工作这样子。人力的话，我们会视情况，我们目前已经有先补一些人在准备了，那我们到时候会就是视情况再调整这样子。疫情较乐观，卫生福利部28号也宣布八大行业会慢慢啊来放任，无必是服务业者，只要符合四项防疫管理的条件，而且提出申请经过地方政府核准，就会使开放营业。台中市府是表示，要跟家专家学者来讨论，定出指引。中央已经宣布哈，那很可能近期之内会开放八大行业哈。那因为台中市呢已经接到这样的讯息，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会召开台中市的防疫会议。在会议当中，我们可以随着专家还有我们市政府相关的人员开会哈。开完会以后，我们会做计划的宣布。KTV 甲八大陆续来开放，考验地方政府对防疫措施的准则，也佮有业者调度应变的能力。记者台中报道。